戴戴先生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达蒂努哈亚蒂，我今年33岁，我从加瓦印尼来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孩子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80公斤，我读到国中毕业，我新娘回家，我以前在台湾工作3年。我会煮猪肉，但是我不会吃猪肉。我会煮家是扫地拖地、洗衣服、当衣服、晾衣服、煮饭、煮菜、煮汤，照顾老人、照顾小孩，还照顾婴儿。我想去香港工作赚钱，帮助家庭。我介绍完毕了，谢谢呆呆，谢谢先生，再见。